是刚刚列车长的2014年7月28号，双蛋双蛋蛋，7:08，出发的是4074和江原新靠树林的区间车。1583加上1588，全车在松山站行。刚刚支持。开启车门。4074江原新靠树林的全车。1583圈的在松安站停靠。安龙安龙，上次又坐几次啊？48。48。对，7:44的。没有晚上，没办法。40。我很难过，我要上班了。对，我要被拖去上班。然后上班，然后上班，很开心。啊，我的翻车来了，翻车是江北沿线和花莲的第二2800型的变速箱，这样1583，3:15，5圈车，拜拜。